菊花又称授课青樱、黄华等，在植物分类学中是菊属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。按栽培形式分为多头菊、独本菊、大理菊、悬崖菊、异菊、暗头菊等栽培类型。按花瓣的外观形态又分为圆抱、退抱、反抱、乱抱、入心抱、黑五抱等栽培类型。古籍记载，菊花味甘苦，性微寒，具有疏散风热、清肝明目、清热解毒的功效，并且菊花中含有挥发油、菊苷、腺嘌呤、氨基酸、胆碱、水酥碱、小镍碱、黄酮类、橘色素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等物质，可抗病原体，增强毛细血管抵抗力。其中的类黄酮物质已被证明对自由基有很强的清除作用，并且在抗氧化、防衰老等方面卓有成效。同时，植物的精华在于花果，菊花花瓣中含有17种氨基酸，其中谷氨酸、天冬氨酸、腐氨酸等含量较高。此外，菊花还富含维生素及铁、锌、铜、硒等微量元素，因而具有一般蔬果无法比拟的作用。在生活中，菊花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玫瑰菊花茶、菊花山楂茶、菊花小米粥、菊花枸杞汤等等。